排队找好位，等多久都无所谓。今天小小片要带大家去新山世纪花园找一家好好吃的烧鱼店。小小片上门时，已经有不少食客到来，个个吃得满头大汗，鼻水直流。因为啊，这里的桑巴辣椒酱让食客胃口大开，配上一碗碗的白饭，真的让人辣得过瘾，吃得满足哟。都很赞啊！这边的烧鱼，对，那你推荐哪一个比较觉得是值得推荐的？我觉得这边的桑巴的那个桑巴烧鱼哦，都很好吃哦。可能要从优衣也是很好吃，优衣真好吃啊。对，有时候也是一个人来打吗？是一个人来吃吗？都有，有时自己都会自己来，还是带朋友来那些咯、哦。介绍啦，都很多人都懂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懂啊。啊，对对。所以你觉得他这里的桑巴有什么样的特色吗？桑巴就是因为他来的这边的桑巴都是在马六甲来的，嗯，啊，不是在于啊深山的罗布区，都是从马六甲来的，带来这边，然后觉得都味道都很好。我觉得好哇，没有你过马路你就知道了，过马路塞车那种啊，很夸张哎、欸，都每次要吃都吃不到。你是因为看到很多人那边塞车，都在排队吃才过来的吗？人是这样子的，你刚看然后一讲，哎、哦，什么？然后就看是那个烧鱼的那个招牌。哦，南京山人也是比较看。等就塞车就对对，平时这边的公路有很多人把这车放在这边的嘛，哦、就看哎很多车群这样子哦，就过来那时候就过来试试一下，也不错。然后本来有说都要来试，可是都是不是遇到没有开就是满座，然后就所以才吃到两次这样，才吃到两次啦。哦，这有没有说有等过最久嘛？如果等到很多人，然后等很久。你们来的时装都是比较少的，要选时间。对，我们来，因为我们通常会可能六点这样，六点这样的话，几乎大概在七点，对啊，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一定吃得到。哦、对，六点来吃一定是吃得到，对，因为绑定业务找得到。哦，所以最多可能等个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啊，半小时四十五分钟一定吃得到。对。对哦